看看新闻网。尽量要把江山设计放在心中，要舍去小爱，要放大爱。我每天都是这么告诉自己的。什么江山社稷还要舍弃自家小爱？甄嬛娘娘，你这样每天催眠自己是要做女强人的节奏吗？我这次去到剧组我很开心，是因为大每个人都很努力，每个人都想超越自己啊。原来孙俪说的是自己最近正在拍摄的古装大片《芈月传》呢。从甄嬛到辣妈再到芈月，孙俪的每一个角色都相差颇大。这次出演芈月这样一个大女人角色，怪不得要这样催眠自己入戏呢。所以在拍摄空档回到娘家上海，在某金饰品牌旗舰店开幕活动上，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现在两个孩子谁带呢？我现在在工作，当然我不能每天在孩子身边，每天在家里，所以我非常感谢我的家里人，现在都特别的支持我，然后帮我管整个家，然后帮我带小孩。为了工作如此认真，看来为这个四口之家再添一名成员的计划要从长计议了吧。反正第三块事情我考虑一下。人家女儿才三个多月大，现在就要计划下一个宝贝，确实好像早了点呢。当然作为母亲，这一直在剧组拍戏，孙俪也是十分想念孩子们的，但还好有另一个辣妈刘涛陪着她，两人一起分享育儿经。我们合作也很好，很开心，因为她也是两个宝宝的妈妈，然后我们经常私下里也会聊聊家庭啊，所以也很开心的。期待孙俪产后复出的新剧早日杀青，让我们在荧幕上一睹她霸气的另一面。自由时尚上海报道。